早上的记者7:44了，记者呢在孔庙，孔子讲过一句话：“唯女子以小人难养也啊，朽木不可雕也啊。”你们这些新会员啊，有时候一时耐不住兴趣，一个月就脱离我啊。各位，时间上3年来啊，我做了网络12年，但是实际上做影音网络是3年，网络影音验证3年来，我都是公开，从来不赔钱，也只有我啊，大家特别注意，跟着轮椅社长签牌去，像我昨天我就赢了10万块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千万记住喽，你要往上山路要问下山人呐、啊，我有30年的经验呐、啊。会费今天1000啊，这个月1000啊，还有另外的规矩伺候方法，另外传给你啊。